国军整装出发，重型机具将进驻高雄山区进行机制测试，为了就是因应灿数来势汹汹。 而在高雄市区，环保局清洁队也针对一淹水路段进行水沟清淤。总都会丢一些垃圾在路边或安全岛。哦，那一下雨的时候，安全岛上的假设有一些落叶或是什么，都整个冲刷下来。原本市区内还有储水的滞洪池也正在进行排空，15个滞洪池的部分也先进行排空，希望降雨时能够容纳更多的储存水量。 各地抽水站功能测试，随时监控台风动向，预警做好防汛准备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